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讨论供给决策，讨论供给，讨论厂商的生产成本跟厂商的供给决策。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呢，最后有谈到边际生产力递减率。我们在上一讲讨论生产函数的时候，我说生产函数里面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边际生产力递减。那我说呢，这个东西呢是边际生产力递减率，后面有这个率这个字，是说明说这个东西呢是类似法则一般的存在。经济学家呢在很多地方观察了很多事之后呢，都发现很多地方都存在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这个现象。而我说呢，这个现象呢甚至可以拿来讨论或看待人类长期的历史变迁。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就要来谈这个事情。谈这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里面呢，他怎么用这个东西结合边际生产力递减率这个事情来讨论长期的历史变迁。这个马尔萨斯呢，他是18世纪活到19世纪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英国人，是英国的一个政治学家，也是人口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应该就思想家就可以了，以前可能没有分那么细，然后他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一个英国人，他提出了一个这个人口论。这个人口论呢，可能多到大家同学都有听过，因为这个人口论呢非常有名。他讲什么事情呢？他说 ，The constant effort toward population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people befor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re increased。他讲这个事情。在他的人口论里面提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他观察18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呢，发现不同的社群里面呢，总有人口成长的强大动力，而这个人口成长的速度呢，往往超过维生资源生产量的成长速度。所以他就说 ，The constant effort toward population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people befor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re increased。他就说，这个 subsistence，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这个是维生工具、维生资源。维生资源在增加以前呢，人口增加就比这个还要快了。所以他就说，不同社群呢，总有人口成长的强大动力，而人口成长的速度呢，往往超过维生资源生产量的成长速度。在以前的社会，什么叫做维生资源？大概就是十跟一，尤其是食物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呢，这件事情呢可以解释18世纪以前的欧洲的长期历史变迁。他就说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呢，大概可以看到这个现象。首先人口快速成长，在平和的时期呢，人口快速成长，他说不同社群总是有个快速的驱动力让人口快速成长吗？人口快速成长，可是呢很遗憾的，人口成长的速度呢比起这个什么维生资源的成长速度来得快，所以慢慢的呢，他就看到生产力开始不足以支撑人口。生产力不足以支撑人口，然后因为生产力不足以支撑人口呢，后来就慢慢发生了饥荒跟战乱。那发生了饥荒跟战乱以后呢，就会死了一堆人嘛。然后战乱以后呢，又会复苏，人口又开始快速成长。他说，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自乱循环，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自乱循环。那这边有个关键是为什么人口成长速度会比维生资源的成长速度还要快？为什么还要快？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猜得到吗？关键是边际生产力递减了。边际就是边际生产力递减。什么意思？在18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呢 ,18 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呢，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主要活动是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那个时候呢，每增加的人口呢，大多数最后都是变成了农夫，增加的人口呢最后都会变成了农夫，都会变成了农夫。所以当你人口在成长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想象劳动的投入也在成长。当你人口在成长的时候呢，劳动的投入也在成长。以前的社会，18世纪以前的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嘛，所以增加的人口呢，也表示你劳动投入、劳动的产出，劳动的投入呢，劳动的这个农夫，农夫劳动的投入在增加，在增加。
那劳动投入在增加，你会觉得说，哎，那这样产出也会增加，那应该是不错啊。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一件事情，叫做边际生产力递减。记不记得我们在最后一讲的时候呢，谈到了这个农夫的这个例子？我们说地一块地，哦，一块地，比方欧洲可耕地是固定的，面积是固定的。你在这块地上面呢，哦，你不可以透过无限制的丢劳动投入进去，无限制的增加农夫的数量进去，它的产出就倍增。它总是有个上限嘛。哦，这块地力有上限，尤其是在18世纪以前，哦，你也没有什么基因改良的技术，也没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什么这个化肥、哦农药等等的，哦有机上等等的概念都没有。你就是随着你的劳动投入进去，那就产出就增加。可是呢，一块地它的生产力是有限的。哦，所以你就看到说，当人口在增加的时候呢，劳动投入也增加，可是呢，因为边际生产力递减，哦，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现象，你就会看到这个现象。那马尔萨斯在说，在18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呢，平常人在家晚上的时候，他就说没有其他娱乐啦，哦，没有其他娱乐，那唯一的娱乐是什么？努力生小孩。哦，这个马尔萨斯这样讲，哦，18世纪以前晚上，现在不像现在一大堆夜生活啊，又有什么各式各样的电脑啊等等的可以娱乐可以做，你唯一的娱乐就是生小孩哦，努力生小孩。所以人口在增加，人口增加的时候，你就看到劳动投入在增加。可是劳动投入在增加的时候呢，因为边际生产力递减，你就会看到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农夫数目的增加，边际生产力这条红色线就是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开始递减，边际生产力开始递减。那因为边际生产力开始递减呢，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那上个礼拜又上一讲又说过，边际生产力递减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平均生产力也会递减嘛。因为你到后来，你每多增加一个人的时候，他所能够增加的额外的产出会慢慢的哦，会所能够增加额外产出会慢慢的下降。那因为这个额外所能够增加的产出在慢慢下降。平均每个劳动力的增加的产出也慢慢下降，平均每劳动力的产出呢，在18世纪以前农业社会呢，平均每劳动力的产出，我说主要社会那时候主要生产活动就是农业生产，平均每劳动的产出也等于平均每个人能够分得到粮食的数目啊。所以当你看到边际生产力递减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看到平均生产力在透过某个高点以后呢，它一定也会递减。刚开始人口少的时候呢，哦，你可能看到有分工合作作用啊，哦，可是慢慢的，当人口多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开始看到边际生产力递减，然后平均生产力递减，平均每个人分到的粮食的数目也会减少。人呐，活在世界上，你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最基本的能量、最基本的粮食来维生，对不对？当你看到平均的生产力，平均每个人分到粮食数目在减少之后，你会预期发生一件事情，平均生产力一定会减到一个什么维生水准线以下嘛。这个维生水准线呢，就是你人活在世上你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这个粮食的数目啊。那等到你这个平均每个人能够分得到的这个粮食的数目少于这个维生水准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吃不饱啊。吃不饱，慢慢的就会各种疾病就会出来哦，所以你就会看到疾病哦，或者说瘟疫哦，瘟疫各种疾病哦，吃不饱哦，免疫力下降哦，各种疾病出来，或甚至就是直接饥荒哦，那甚至还有人不愿意饿死，就会开始起来反叛哦，就会开始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嘛哦，为自己能够活下去而战，所以你就会看到。战乱啊，民变啊，当 AP 小于维生水准线的时候 ，AP 是什么？平均生产力，也就是平均每个人分得到的粮食数目少于这个维生水准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饥荒、哦、疾病、哦、瘟疫，然后以前叫瘟疫嘛，然后疾病的流行、哦、饥荒、战乱、哦、还有最后就是战乱、哦、那打打杀杀死了一堆人以后呢，人口减少，大家又回到了幸福富足的生活。马尔萨斯说呢，18世纪以前人类的历史呢，大概就是这样的自乱循环。成平时期大家爽爽过、哦、晚上没有娱乐，努力生小孩，生小孩结果劳动投入增加，农夫增加，随着农夫数的增加，你看到边际生产力递减，边际生产力递减，慢慢的平均生产力递减，平均每个人分得到粮食数目会减少，最后开始
低于这个维生水准线，到维生水准线的时候呢，人口过多，你会看到这块土地可耕地面积就是那么大，它没有办法承载那么多人口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大家有人饥荒，哦，有各种疾病的流行，那还有大家开始互相相杀，然后开始作乱，哦，开始作乱战乱，再砍死一堆人以后呢，又再回来原来这个地方。这个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哦，这个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说这个东西呢，可以解释18世纪前人类的长期历史变迁。那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呢，我们把这个东西拿来看到过去中国历朝的历史，其实也是这样自乱循环的历史啦。哦，其实也是这样自乱循环的历史。哦，这个《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有说哦，这个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也是在讲这样自乱循环的历史吗？如果你看到过去中国的历史书翻开来看，哦，也是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每个朝代的开朝，哦，每个朝代开始呢，很奇妙，你会看到很多哦，关于说，哎，这个一开朝的那几个皇帝呢，多半都是英明神武，然后英明神武，百姓生活富足啊，都看到这样的现象，然后大家会说，哦，百姓生活富足，过得很好，哦，看起来国内呢成平，哦，然后呢就会归功，哎，这个是皇帝英明神武啊。然后奇怪哦，通常都是过了两三百年以后呢，哎，就开始，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基因，同样的家族传到后面，就开始出现了，到后末期呢，就会开始奇怪，皇帝就会开始变得很昏庸无能啊。那通常是这个样子，通常是因为到了朝代末期的时候呢，哦，人民普遍生活不满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啊，社会问题啊，很多状况出现，就说啊，这个跟朝纲腐败有关系啊，一定是这个皇帝不好啊，那个朝臣不好啊，乱七八糟，所以导致人民生活困苦。那困苦以后呢，就开始你就看到四处有民乱的结果呢，哦，改朝换代哦，然后人口减少一大半，然后呢又回到富足的生活。哦，你看到很像很奇妙哦，中国过去的历史也是这样的，有这个自乱循环的这个历史。可是呢，在这个朝代的末年，你每次都看到这样的现象，哎，固定好像都有个两三百年的这个时辰，这个究竟是皇帝的问题吗？还是后面其实是有这个马尔萨斯危机的这个关系啊？哦，你来看看几个朝代末年哦，都有一些大型的民乱，比如像你看东汉末年有黄巾之乱，相信很多同学对这个很熟啊，你打《三国志》就会知道嘛，哦，打《三国志》就会知道哦，黄巾之乱，然后。唐朝末年呢，哦，这个皇朝虽然大家比较不熟了，我没有这个电动哦。那明朝末年呢，可能大家也熟，因为有清宫剧，然后李自成、张献忠，哎，我每个朝代末年都有这个大型的这个民乱。这个大型的民乱跟皇帝比较有关系，还是跟这个马尔萨斯危机比较有关系？哦，我会觉得跟马尔萨斯危机比较有关系。哦，有些时候确实就是这块土地上呢。放太多人口下去了，哦，放太多人口下去了，所以那就是不阿斗啊，哦，平均每劳动力的平均每个农夫的生产力呢，哦，就下降了，平均每个人分得到的粮食呢低于维生水准，你就自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块可耕地有限，有可耕地固定的土地上挤太多人口的时候呢。其实就算是那个朝代的开国明君回来，其实也不见得能够顺利解决啦。或比如像明朝末年出现这个李自成、张献忠的情况，你叫那个永乐皇帝回来处理这个问题，也不见得能够处理的顺畅啊。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叫那个东汉开国的那个皇帝回来处理，其实也不见得能够顺利解决啊。哦，因为那个时候你面临的问题是在那个时候的环境下没有办法解决的。哦，我们来看看清朝。哦，清朝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哈，这前几年非常流行清宫剧嘛，哈，这个我忘记不知道是哪一部片的剧照了，哈，这很流行这个清宫剧啊。那清宫剧呢，通常有一个潜台词，然后过去的清宫剧一开始都在讲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皇帝的故事啊，很多是讲这三个皇帝的故事嘛。那通常有个潜台词是什么呢？这三个皇帝英明神武啊，吼，非常的厉害，然后非常厉害，英明神武嘛，对不对？你看看清宫剧看完后，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哦，你会有这样的印象啊，吼，里面皇帝都非常厉害啊。那对照我们过去，吼，我不晓得现在这一辈的二十多岁的同学们有没有在历史课本跟我们那时候一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历史课本呢，通常都觉得慈禧太后是个大懒人嘛，吼，昏庸无能啊，腐败啊等等啊，说他。非常的糟糕啊，哦，非常的糟糕啊。可是，如果我们更具体的去考察历史，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哦，是不是这个样子？真的是不是真的
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哦、非常的厉害，然后慈禧太后呢，这个人呢、哦、就腐败无能，没有办法 handle 那时候的这个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呢、哦。我们来看看清朝的人口，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哦、给你一些 hint 哦，来知道说慈禧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哦，这个是清朝哦，这个是清朝的这个人口的这个资料哦，历史学家所整理出来的哦。清朝开国在顺治皇帝的时候呢，1651年的时候，中国人口大概是5000万人。到了康熙朝的时候呢，1682年，大概人口是7000万人。到了雍正朝的时候，1724年呢，是9000万人。到了乾隆的时候，人口到1亿4000万人。到乾隆末年的时候呢，是3亿3000万人。到咸丰1851年的时候，整个中国的人口4亿3000万人。你看看这个数字跟顺治哦，清朝在开国的时候的人口差了多少？这个差了将近9倍啊！哦，差了将近9倍了。到咸丰末年的时候，1861年的时候呢，哦，人口统计据说只变成2亿3000万人，然后不过这个数字呢，哦，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十年间呢缩减大概2亿人，然后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哦。可是我们知道这十年间呢发生了一些恐怖的事情哦，太平天国之乱，不止太平天国之乱，还有其他的战乱哦。那因为战乱的关系呢，可能真的人口锐减那么多，可是当然也有很多情况上是因为战乱关系呢，不止死了很多人，还包括人口四散逃逸到各地去，然后所以变成说呢，清朝所能够掌握的清朝政权能够掌握的人口数字呢，他们清朝政权底下他们所能够核算的掌握出来的人口数字呢，只剩下2亿3000万人哦，只剩下2亿3000万人。不过呢，我要跟你说，就是说你看看在这十年间哦，可能包括战乱也跑，包括很多人就逃逸，或者说就不在清朝管辖里面，人口就少了那么多人。可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到这个1851年的时候，整个清朝的人口已经膨胀到4亿3000万人，对比于清朝刚开国的时候只有5000万人，成长了将近9倍。回去想想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马尔萨斯的那个故事哦，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马尔萨斯的那个故事，这块地东土哦，中原这块地哦，中国所管辖这块地的可耕地面积是有限的哦，可耕地面积是有限的。当人口很少的时候呢，5000万、7000万、9000万的时候，大家可以爽爽的过嘛哦，没有那么多人在分粮食哦，那大家可能如果有劳动的话，还可以分工合作哦，只要有劳动，分工合作，产出就会有。可是等到1851年的时候，人口太多了，可以开发的可耕地可能也都开发完了，再下去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哎，它应该会有马尔萨斯危机的踪影跑出来哦。人口太多了，所以平均每人的生产力哦，可能已经低于卫生水准，也就是平均每个人能够分到粮食可能低于卫生水准。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会有什么现象？哦，可能会有饥荒嘛，然后可能有人不愿意等死哦，就会出来叛乱哦，就会出来叛乱嘛，或者是出来反抗政府、反抗强权哦，就会有战乱。1851年的时候呢，中国发生了3件事情哦，三个很主要的大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太平天国之乱，发生在1851年到1872年，发生地区在长江以南，人口损失的估计大概在3000万人哦，大概在3000万人哦。这是后来历史学家去核实算，这个数字可能比较可靠了哦。刚刚我们前面呢哦说到的这个数字哦，从4亿3000万掉到2亿3000万，虽然这个也是人口统计哦，不过呢，它可能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四散出去了哦，包括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在清朝管辖内了，所以才说到2亿3000万人。可历史学家呢真正去算的，结果发现说，整个太平天国之乱呢，大概中国人口少了3000万人。3000万人其实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哦。哦，台湾现在人口才2300万人嘛，所以在1851年到1872年的时间，你看就少掉一个台湾的人口哦，少掉一个台湾人口。太平天国之乱呢，哦，里面有很多著名的大屠杀事件嘛，哦，比如像每次哦，有人跟我讲到哦，吴武旺南京大屠杀哦，我都会想到，哎，你是不是在讲太平天国这个？哦，太平天国那个时候呢，曾国荃攻陷南京3天之内，南京也砍了大概10万人嘛。哦，有没有人那么多不知道，因为没有详细的统计，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南京也是杀的血流成河啊，所以中国人杀中国人可能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要来的猛，然后曾国荃哦，南京大屠杀哦，发生在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哦，这个你去看那个什么
前几年也是有一部电影在讲这个事情嘛，我忘记是哪一部片了，然后也在讲这个事情啊，这个太平天国之乱非常惨烈的一场战争啊，这个太平天国之乱呢，这个曾经有人在算，这个东西被当成历史上呢死伤最惨重的一场战争之一，然后可以跟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的，然后死也死非常非常多的人啊，可是，在那时候，在清朝呢，不是只有这一场哦。长江以南发生太平天国之乱，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大概在黄河跟江苏一带哦，淮河流域发生的是捻乱，发生时间在1853年到1868年哦，捻乱哦，几乎也是把清朝的那个原来他们自己满族的这个军队哦，有个很有名的叫那个什么曾格林沁嘛哦，哦他哦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啦哦，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哦。他呢？哦，那时候率领哦清朝最精锐的哦最精锐的这个蒙古骑兵，在捻乱后也被干掉了哦，包括自己都被杀了哦。捻乱呢？哦，这件事情也让清朝的这个朝廷的这个实力大损了，死亡人口损失人口估计在1000到2000万之间的哦，1000到2000万之间的，这不是其中一起，这是第二起，还有第三起叫做同治陕甘回变哦，或者有人说这个叫做东甘叛变，然后东甘 revolt， 然后东甘 revolt， 东甘人叛变哦，发生在哪里呢？中国西北地区哦，从1862年一直打到1877年哦，1862年打到1877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从那个什么，从陕西、甘肃一带开始，一直打，最后打到新疆哦，有人叫这个东土耳其是啊，一直打到那边去哦，一直打到那边去哦，同治陕甘回变。历史记载，这个同治陕甘回变那个时候死伤也非常的惨重，通常都是一开始是那个什么东甘人哦，或者说可能在讲回族的人呢哦，那个姓穆斯林哦，穆斯林跟这个不是穆斯林的村落呢在互相对杀哦，在互相对砍，砍的结果通常都是屠村式的在砍，然后互相对砍。那后来清朝军队开始来镇压这个事情哦，镇压这个事情，那因为都是屠村式的对砍呢、啊，估计人口损失2000万人。哦，那为什么会突然这个村落之间呢？哦，突然会这样反目成仇啊，杀人都是整个村落在屠的。太平天国捻乱、陕甘回变都是这个样子啊。哦，太平天国之乱在杀的时候也是乱杀一通啊，捻乱也是啊，哦，捻乱也是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你回去看看我们刚刚讲的，1851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多少？413000万人，这块人口上承载了太多人。哦，太多人的结果呢，很多人就会开始，他根本是已经在饥荒边缘了啦。那如果你要碰到饥荒边缘的时候，你要选择饿死还是出来奋力一搏，当敢死队去冲？太平天国捻乱、陕甘回变都有看到这样的记载啊，很多这种敢死队在冲啊，因为你不从军啊，你就饿死啊，从军里面可能还有一搏的机会啊。这三场大乱后面其实有马尔萨斯危机的影子，太多人了，所以很那个。民生凋敝哦，所以人口损失，你看看太平天国3000万，捻乱2000万，1000万到2000万，陕甘回变哦，陕甘回变大概2000万，加大概7000-8000万哦，所以你看看到1912年的时候，清朝亡的时候呢，人口就只剩下3亿4000万人哦，最后清朝呢又重新掌握这个秋海棠的这块面积的土地。重新去算人口呢，只剩下3亿4000万。对比在咸丰时期的时候，有4亿3000万人，已经损失了9000万人口啊！哦，损失了9000万人口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慈禧哦，清朝末年最后一个掌握实权的这个人哦，掌握实权，他是不是真的昏庸无能？你看看，大家说他昏庸无能，是因为那时候中国很多这些民生凋敝的状况啊，哦，他觉得说大家过得非常的不好啊，哦，过得非常不好。那是因为他的关系吗？慈禧哦，1835年到1908年，他真正掌权期间呢，1862年开始哦，开始掌握权力哦，开始掌握权力，一直到1908年，他一上任的时候呢，事实上就面临中国史上最严重的民变哦，史上最严重的民变嘛，太平天国之乱，1862年刚好是在最巅峰的时期哦。这个你换作康熙、雍正、乾隆来，可能也不大好处理啦哦，可能也不大好处理啊！一上任就面临中国史上最严重的民变呐、啊，哦，所以其实你就算换成是
清朝开国的人来处理这个事情哦，康熙、雍正、乾隆其实也不大容易在能够面对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后面的关键是什么？后面的关键是因为这个土地上承载太多人口，那个是一场马尔萨斯危机哦。在古代呢，哈，或者我不能讲古代，在19世纪、18世纪以前的这个人类社会，大概没有办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状况。你的技术条件不成熟，你没有办法去生出更多的粮食出来，你可能也不大能够清楚的掌握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只是发现说啊，连年饥荒，生产力不够。你只看到这个事情，你也没有办法有现代社会科学去理解或诊断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来处理它，怎么样寻求外，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了。所以你看，就算是碰到康熙、雍正、乾隆来，你能够处理这个问题，或能够处理的比慈禧好吗？可能也不大容易嘛。那我刚刚也说啊，在这三大民变的时候，清朝的自己本身的精锐部队，这个蒙古的铁骑，其实在年乱里面全部都梭哈掉了，全部都被玩掉了啊。后来他怎么平定这个事情的？他找了汉人的军队来嘛，他找了几个我们称之为治世名臣的人，哦，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哦，这三个人呢，哦，他们找了这三个人算是清末的大军阀，然后其实我们现在说他是那个历史名臣，可是事实上他们也是大军阀，他们呢扶植这些汉人的这些重臣，然后扶植这些汉人重臣呢养。要让他们呢拥有重兵，然后把这个叛乱给平定下去哦，把这个叛乱给平定下去哦。曾国藩哦，左宗棠哦，这些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看过的人，他们解决这个民变啊。可是你想想看，慈禧在这边为什么厉害？东汉末年的时候一样有黄巾之乱嘛，汉朝政府怎么样解决黄巾之乱？因为黄巾之乱一样就出来了一大堆所谓的群雄啊，哦，曹操啊、袁绍啊这些人啊，对不对？你有玩三国志，有打过三国志的人大家都知道啊，曹操、袁绍这些人出来的结果以后呢，董卓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把汉朝干掉啦，就把汉朝干掉，因为他们这些人是手上有兵权的人啊，那汉朝中央已经没有军队了，所以他们就把汉朝军队干掉。慈禧有被这三个人干掉吗？哦，这个就是慈禧厉害的地方啦。哦，那时候很多人有去问他们这三个人，问说你们手上拥有那么多重兵，我们是汉人，汉人有强大汉人武装，你要不要取这个满人政权代之啊？哎，这三个人都说，我还是乖乖当军阀，我还是乖乖当重臣就好了。哦，这个就是慈禧的厉害的地方，然后他没有被人家推翻。所以你说到底慈禧是不是昏庸无能，可能也很难说了，因为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呢，所面临的这个情境呢，确实是非常不好解决。你在19世纪、18世纪以前的人类的这个那时候的能力呢，那时候政府呢是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状况的。好，所以呢，我整个谈这个东西呢，其实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启发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呢，不能够把所有的功过都推给君王、将相等个人因素，然后要注意到历史变迁中在背后所起的深刻的自然规律。哦，在这个里面呢，我讲的是什么呢？我讲的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面讲的是边际生产力递减率。哦，边际生产力递减，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率呢，解释了这个历史的这个自乱循环。哦，解释了这个历史的自乱循环。开国的时候呢，到底是不是这些开国的这几个前面每个朝代一开始的这几个皇帝厉害，还是说他们面临的条件、面临的环境真的是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人口啊？等到整个朝代的末年，东汉的末年、明朝的末年，哦，比如像明朝末年为什么会有那个李自成、哦，张献忠这些叛乱？因为那个时候有小冰河时期啊，人口又太多啊，根本农产就大量的减产啊，你换成是永乐皇帝回来，你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吗？其实也非常的困难啊。那他为了要平定这个李自成、张献忠的这个问题，就大量的征兵，大量的征兵，结果呢，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最后就引清兵入关，把自己朝代的命都断送掉了。哦，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面临的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你不能把所有功过都推给君王将相，有些时候要注意到深刻作用的自然规律。在这边呢，我们说，边际生产力递减率跟人口论才是真正发挥关键力量的因素啊！所以看待历史的时候，希望大家将来能够多看到深刻的那个力量，不是只看到这个表面的君王将相，后面有些深刻的自然律在那边推动这个东西，可能是处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也就算你是贤君就算你是贤臣，你也没有办法说解决这个现象。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